各位观众朋友，今仔日伊就过来这边望你，看望到几条鱼。今天的天气非常好的，差不起了，我鱼啊，有啊，大概两只。哦，琵琶鱼，有一只琵琶鱼，六只吧，两只而已。这很好了，琵琶鱼。哇，今天的收获。琵琶鱼，拿桶子来。明天让他拿桶子来，而且比较大。对。哇！有可能破掉。刚刚卡住，现在有没有鱼？来，给大家看，有，有一只，哈哈，那有一只琵琶鱼哦。桶子拿来。哦，好大的琵琶鱼哦。啊，这边都是大的，刚刚那边比较小。大的，这只最大，这只最大的琵琶鱼够一根就足，这只一斤多，哦，完了，啊，抓一个母鱼好不？我这，啊，琵琶鱼，这只琵琶鱼哦，能吃嘞，那吃不呀？那吃。那前面小子，对呀。观众朋友，今天地起网了都不知道，那他今天就要网鱼了。这个地方是宜兰的罗洞，那水池这样子的颜色，很暗青的。然后往下去，看到没有？网鱼都网到琵琶鱼，有鱼，乌龟鱼，琵琶鱼，小的，还有一只琵琶鱼，肥的，今天都捕琵琶鱼，今天专网捕琵琶鱼，对，我们要收工了，啊，这一条第三大条了。前面那两条比较小，后面两条比较大，这一只体型排中间，啊，大概排中间。哦，这琵琶鱼很多，中山河。来，今天网到六只琵琶鼠，回去宜兰。那不是琵琶鱼。李泽姐那边，哇，44。快44公分了，琵琶鼠，来多重？量看看。哎呀，一斤多，一斤四两，42、43公分，这只应该也有一斤。哎，一斤三两，2两多了，快三两。第二只的，总共六只，啊。听说这个肉不错，不错吃，等一下宰了哈、啊。
来吃看看啊，听说不错吃了啊。现在这个鱼放进来炸，这个炸好了，等一下做糖醋鱼。现在那个鱼炸好了，然后鱼炸好了，拿起来，放一点油，然后这边有蒜跟大蒜放进来，蒜跟大蒜放进来，给它炒香，然后就不要了，没关系，那没有关系，你带着就好了。蒜跟那个大蒜都进来，然后呢，蒜跟大蒜放进来的时候，放一点米酒，然后呢放一点醋，放一点醋的时候刚好是好的，然后放一点蚝油，应该都，蚝油放一点，放一点蚝油，然后我们再放一点水，放一点水，对，放一点水，然后再放一点糖。放一点糖，放进去。然后这个鱼，这个那个琵琶鱼，刚刚我们炸好的汤没有？琵琶鱼我们刚炸好的汤，然后放进来，然后放进来炒汤。糖醋鱼，琵琶鱼放进来炒汤。来，还有这样，糖醋鱼，然后就这一道是糖醋鱼，然后给它弄一下，放进去。这个鱼就煮的很白，这一道就是糖醋鱼。然后干蒸，那差不多好了。那这个我们好了，都挤过了，挤过了白糖，这个糖醋琵琶鱼，然后这样子，糖醋琵琶鱼底下放，然后我们就放一点这个，反正上面比较好看一点，能不能？我们就放一点这个芝麻的，那整盘就很看起来就很好吃。还有一道，这个是糖醋的琵琶鱼，另外一道就是金针鱼，金针的，这是糖醋柠檬鱼，然后这道是金针鱼。今天的一个大哥抓的鱼，我煮了两道，那我吃看看，看有没有感觉那个味道怎么样？弟弟帮我拿个筷子来，妈妈吃看看。对，今天我煮了两道鱼，听说这个鱼很好吃的，可是我们没有吃过，那我尝看看，我尝看看这个味道如何？这样，我尝看看这个糖醋鱼味道怎么样？好吃，它就是蛮嫩的，然后好吃，就是这样子。喜欢一者的频道，请大家帮忙按赞、按分享、按订阅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开始，有没有？来，这是昨天去，这看到现在这些饭菜，你看不出来到底是哪两道是那个琵琶鼠。琵琶鼠这两个。哦，这两道。是琵琶鼠啊，这种来先加哈，这两道我加过这琵琶鼠哈，糖醋琵琶鼠。哦，第一口先吃看看，哦，这个是糖，好不好吃？好吃哎，很好吃啊，好吃哦，好吃哎，像，那你加的，就这样，有汁啊，要小心，要慢慢吃啊，还有刺哦，我不知道。嗯，这个这一道是琵琶鼠哦，看不出来啊。它这边呢，我还以为我还以为是另外放了。嗯，这一道也是琵琶鼠，有刺哦。这一道也是琵琶鼠哦。有啊，刺好小吃。吃了好不好吃？是啊，等一下，好吃哦。啊，跟你讲，听说很好吃，确实吃了好像也说不错。哎，我倒是有点意外，怎么会有刺？它好不好吃？可以吃了。来，乐色鱼，可以吃。那我最后乐色鱼，因为太多了，然后没什么肉，听说是没肉了。还不错吃。哦，还可以弄到那么大一块。嗯。不是没肉。有肉啊，两边的肉啊，这个都是。是啊，我想说好像没什么肉，好像那个皮鞋一样，那个看起来就像皮鞋，或者是鳄鱼皮。那个很硬，很硬啊！这个不会吧？那个皮很硬，那个皮已经弄掉了嘛？对，就拿那个肉而已。这个皮都是已经弄掉的。小弟有没有吃了？嗯，吃看看啊！你不吃啊？金针的，一样的，一样啊。
这个一样，好吃吗？一条清蒸，一条红的红烧的。哦，这个是清蒸，这个是清蒸，这个红烧的。两个都好吃哦。红烧，快点。哦，听说枇杷薯好吃哎。昨天网的，今天下锅煮的。亚伯，赶快。小弟还没吃啊。No, 你完全不吃的啊！慢慢吃。你儿子都不捧场啊！今天特别请亲友团来帮助灭鼠。哦。灭鼠啊！说枇杷，这几只的？两个，六只份的。嗯。六只份才这样子而已啊。对啊。哈哈。快点拼啊！拼两边拼啊！六只份才这样子，我以为是只有两三只而已。两个六只哦，六只才只有这么一点量。